步行街景，今日个2022年嘅12月31日星期六，时间系晏昼嘅3:02。我哋而家喺尖沙咀个汉口道呢度行下嘅，我一企位置喺边度咧？嗱，侧边咧就喺个半岛酒店啦。嗱，呢条咧就系梳士巴利道啦，出翻去咧就喺个弥敦道啊，再落翻咧就尖东嗰边嘅位置啦。嗱，见到最远咧 K11啦。即是以前新世界中心的位置了。对面呢太空馆呢，我们后面这个方向呢有时要降行一点点。这里影下去呢就是这个文化中心啊，天星码头啊，星光行那边的位置了。那我们沿着这个汉口道一直走回去这个海防道的位置，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。坐后面。这个是那个半岛酒店的后面。好多時都係嗰啲旅遊巴啊，或者其實呢啲咧屋苑嗰啲出租巴士嘅位置啦。中間道啦，呢度啦，係啦，呢邊啦，出翻去就係呢個彌敦道位置啦。係啦。後面九龍酒店有啲小巴呢度去翻翻去何文田村嘅咩？有啲鋪頭其實都北京到啦。咁問啊，幾條村？以前HMV 嘅位置啦。即係北京到啦。出翻去呢個彌敦道嘅位置啦，呢邊。後面啲店就直落翻去就喺廣場嗰邊嘅位置啦。呢條街人流已經算多㗎。
啊，有啲鋪頭都有啲人流出邊，可能等緊糖食嗰啲啊。一條細，好細條街啦，昌宜街啦。哦，有攤嚟抄牌喺度啦。在鬧市抄牌都抄得幾頻密嚟㗎。冇嘢講嘢㗎，咁多。哦，食住啦。哦，佢即刻抄牌啦，好快。呢間咖啡好多人。大家見到幾多人排隊？出翻嚟呢個海棠島啦。今朝係喂，係寫呢度嘅。咁我哋今集咧就講到呢度先啦。大家對呢度有啲咩意見啊？大家有啲咩地方想我去，可以下面留個言俾我聽嘅喎。中意我片咧，可以訂住我呢個頻道，或者俾個 like 佢啊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